果你是第一次来看黄俊伟表演的话，那你是真的从就是是认识一个新的人。但如果你是曾经看过黄俊伟表演的话，你应该会在适应这一个人，因为今天真的很不一样。然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也不太一样，因为我真的没有穿过短裤在台上表演。再来，这让我觉得我自己很像卢广仲，但是今天不是我的菜，所以没有用。对，所以然后我唱很多歌都是比较 groove 比较多一点，那这样的歌其实会让我一直流汗，然后我必须要闭着眼睛，不然我会自己被自己拉走，所以非常忙碌的一场表演，然后非常多状况。然后其实我已经忘记我外婆的事了，没办法，我觉得我外婆如果她现在如果在天上，她应该希望我快快乐，她不会想到我想那么多。对啊，so 西瓜你来了，南瓜，南瓜，同学，南瓜，你先坐在那，跟金丹他们聊聊天吧。嗯，好，我要来唱这一首歌，是我这张专辑里面最重要的一首歌。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不安于世》，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啊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写过这么直白的歌，就是我的情绪全部写在一个歌里头。然后这张专辑也因为这首歌变成一个很有情绪的一张专辑。在你独家品牌开始喜欢